手机，又要上去看我。哦，我觉得明天确实得带个床去，太累了。是不是卡呀？完蛋了。卡住了，会卡吗？嗨，晚上好，我回来啦。晚上好，不卡。我还担心卡，我都想着要不要出外边，但是这么晚，也不知道可以去哪。晚上好，回来啦。气垫床团建，哎，但是我们真的有人买了那个气垫床，在我们那个休息室的地方。谢谢天灰灰呀，送那个荧光海，谢谢。有点卡住，没办法，我已经尽量，就是我用流量，但是它还是会，应该会有点卡，没办法。送了一个夜蝶，谢谢。哎呦，夏天结束啦，终于可以歇歇了。谢谢大家，好开心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虽然有点累，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参加中选，好有意思。而且就是见到很多前辈们，就是发言呐、然后他们拿到想要的成绩啊，或者是有遗憾呀，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经历。今年的中中呢，有一些小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我的性格来说，其实这是个好事，因为这样子我会有一个，追逐的对象，我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周周会在我前面的话，我会想着努力赶上他那种感觉。对，今晚就是我本来之前就蛮喜欢段奕璇前辈的，今天就是更加狠狠的被他吸引到，好喜欢他。谢谢老师送的皇冠，谢谢。是的，今天超级开心的，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次新人榜很多就是 CGT 的人都进了嘛，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一起欢呼，一起尖叫，很开心。冯思佳，我加了他了，他主动就是我加了他的微信，开心，他好漂亮呀，因为我以前不是粉丝，所以不太了解，但他。我第一次见她，觉得她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对，我在想之后明天要恋爱高级。呀，但是我就是有点，我跳到后面我快哭出来了。加了多少钱？没有加了多少钱，因为我们 staff 老是管着我们，他们也就老是看着我们，不让我们加，他们不让我们带手机，我就真的不带，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后悔的状态，哈哈，明年就是有纪念了，不会不带了。有拍很多合照吗？没有拍合照，因为没有拿手机，崩溃了。那我刚看了，哎呦，回喜欢。再也不，是的，后天还可以。哦，提醒我了，好，那我后天去找他们合照。可以。谢谢甘蔗送那个权杖，阿里嘎多呢，阿里嘎多。哈哈哈。而且，就是这次是周周是一号位嘛，我感觉我可以稍微当甜妹一些些了。加油，努力营业吧，反正这
有手机啊，不太好的，不太好意思的。哦，对，我还忘记说了。嗯，我这个月没有鸡腿吗？当甜那，但是。不是吧，不完全，因为我不知道，问一下他会，他会，就是这个新公演的顺位不知道是怎么排，好像说不太会完全按照这个，但是还不确定呢。对啊，我自从因为你特是黑蔷薇之后，我就很少当甜妹了公演上，因为不太适合，没有人会认识我，然后。还是听到了一些应援的声音，有人喊我的名字了。不是新公演，就是遗忘的国度，但是要排新的顺位了。卡，救命啊！现在卡了，卡。没事，我们现在有餐组。笑死，我跟谭谭都没有变。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很开心。嗯，没关系，我们明年再战。这个迪士尼之旅可能说不定明年有新公演了呢，是吧？依靠一下，是吧？口红吗？哦，是的，但今天就是很累，因为昨天一整个就是通宵的状态，今天就是完全没有力气去拍照啊，然后只想一休息我就想睡觉，一休息我就想睡觉，或者吃东西，就这样子。谢谢火推面前孔雀开屏，谢谢爷爷送的两个荧光海，谢谢。谢谢陈静送了一个荧光海，谢谢谢谢星星外送一个成长，大家都好甜。为什么？是因为我要当甜妹，所以你们那么甜吗？想知道？好细，好漂亮，而且这次见了好多前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呀，我好多想说的。嗯，谢谢 AC 三送荧光。谢谢木老师送了一个荧光海，谢谢。慢慢说。首先，我觉得最，我觉得这次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段奕璇前辈了，就是直接就是现场加坑了。我之前就蛮喜欢他的，但是就是我没有那么直接的会感觉到一个人的能量，但是段轩前面是那种，他的就是他不是默默的治愈，他已经是把自己的光照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治愈了，所以好喜欢他，就这样子。光海，谢谢天灰灰呀，送一个荧光海。谢谢，谢谢唐尔玉送了一个荧光海，这么快，谢谢，谢谢抱抱小新送一个马卡龙，谢谢，是好喜欢他呀。然后我想想，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吧。虽然大家都会说是版本什么什么这么，但是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两个真心实感的小偶像，一起相互陪伴，一起相互支持，一起去往更高的地方去站。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感情，我觉得很棒，很稀有，而且我觉得很难得。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相处得来的，好棒，是那样的，表达爱了。
我没有，哎呀，对，我今年就很直接的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画面。有我的镜头吗？嗯，我还没有看呢，太长了今天。感情戏双方说，那也不完全是吧？毕竟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人陪着你，我觉得是一件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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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呀、啊，对吧？没买票，谢谢，嗯，谢谢。真的假的？我没看。哇，当时我有点生气，就是我以为我们新人会有那个。起码就是现场扫一眼我们的脸的那种镜头，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报名次数，我们还在后台，我们在后台准备呢。我们到现场，我听到坦坦的声音，对，他报了坦坦的名字，就知道好像是那个报那个新人的名次了，我才认真听了。对，我真的就是我也没听清其他人的。谢谢大家辛苦啦，很开心，哈哈。虽然也最就是状态没有那么好了，太累了。今天时间很紧，对我我气死了。而且他就是刚结束，我们刚结束，我想去找前面们合照，然后。staff 就是在赶我们，说赶紧换衣服，赶紧走了呀，说车在等我们。嗯，喉咙就有一点点在抖，有一点相互传染，感觉大家咳嗽。还是我们开心，我终于，打开了一个未知的旅程吧，这种感觉，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然后我觉得还真的蛮神奇的这一次经历，然后这次回来看到了很多大前辈，有很多现在还在意的很值得学习敬仰的前辈们，还有很多正在努力往前行不忘初心的前辈们，我觉得这个很棒，很难得。谢谢甘蔗送的夜点，谢谢。你好，休息，明天去，你看能不能找，就是找朋友们吃个饭什么的。可以分别想带回家。是的。谢谢格西特的面包。哎呀，嘿。前辈都认识你，他说。那个不是加了冯思佳前辈的微信，他好好的，我跟他说，我说前辈你好，我以前不太了解和，但是我是第一次认识你，但是觉得你真是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然后也很荣幸你能认识我，然后他就回了我，他说中中你要是在上海觉得孤单无聊的话可以来找我玩，哎呀，真是我已经被俘获啦，好温柔呀，好喜欢温柔的，呀，嘿嘿，初心啊，为什么出发去上海，什么意思？本人已经在上海。金曲，金曲不是冬天的，但是知己。大家真不好急。就他们已经在说金曲的事情了。爱甜妹，哪一种甜妹呀、啊？哎呦，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后面可能就不会做那么华丽的造型了，我可能要回归一下我的日系，我的直发。我先那个小北喜欢美少女，哎呀，他好好呀，因为我是个比较被动的人，他主动跟我说，喜欢他，哦对，那个新人金曲，
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很早之前，对，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有一种被选择的感觉。我会不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是产生好感，然后就会黏人，会那样子。今天早上看到他有什么小名之类的吗？下回，或者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吗？Okay. 估计也不能一次许愿完三地吧，感觉。我们是后天握手，明天休息一天，哇，是不是缓一天了？稍微歇一歇。嗯，昨天就回来酒店就睡了20分钟，然后又出发去了。结果我跟小鹿都没起来床，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闹钟都没有吵醒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刚收到姐姐的电话马上冲下来的车。10号的公演票。8月10号是怡国吗？好的。后天我说好，好，我要去把没有合的都给合掉。那你一下明天的发言稿就靠你的28000。为什么多一千个英文图？哎白莲和公演，我们有吗？我们有这个东西？没有，我那个是 G Two 跟他们呢？对，还是，而且我们好像就是结束之后要先回成都。是的，联合不在了，就看那位让我进圈到的呀。期待，而且这样子的话后面应该会跟周周有一些合作的舞台。我们今天还在聊来着，今天在那商量，开心之余还聊了一下以后的发展。下周成都有这么快吗？我们不用放假吗？我们应该会有假期的吧，有吧？我不知道着，我还不知道他们是。特别后悔，我太想你了。哎呀！我真的没带，但我还没有怎么见过上海的粉丝呢。大家就是虽然来，但是没有见到什么很陌生的小众吧。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催我们走。我也想你了。快点清场。一直赶我们走，好生气啊！我不喜欢这种被赶的感觉。叶子站在那儿，好生气。对，我们就老被赶。我们今天，脾气慢慢大。不知道的，而且你们不是下班在等我们吗？我们根本拍照或者跟你们说话什么，直接就走，直接车一开就走。谢谢谢谢中门的花生喵子的荧光，谢谢四个 C two 的梦梦，谢谢。生气啊不，我就是我好烦你，就是我们有个 staff 老是催我跟小，虽然我们两个是比较慢，但他老是会就是我们事情都还没有做完，他给我们布置的任务都还没做完，就开始催我们说，而且就是那种。还要嘲讽两句，然后再催。然后我跟小鹿每次都沉默，我们两个就做自己的事情。是的，谢谢宁福
NYNPH 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哎呀，不知道。明年带，明年带床。你们也辛苦啦，我知道你们肯定也很累，等这个过程应该也很辛苦。我听见他们下面的粉丝打 call 都有回音。哦，那场馆吗？是吗？对，很空灵。确实，确实，确实。我总感觉找不到拍子，因为它有好多回响。很多回音。对。但是很意外，我感觉我们跳的挺齐的。哦，就是。谢谢谢谢海绵宝宝，你要感谢你绵宝姐姐送的。对，可以带相机，谢谢。但是我今天没有带相机。散场的时候没有找到了。我直接带。是吧？我们没有机会找你们，主要是。对，要是。是嘉欣，我还没有去过呢，好激动呀！我还没有见过什么上海的粉丝。谢谢谢谢花生喵送的荧光海，谢谢小鸡猫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夜下的黑寂静的夜晚，迷雾之中是初次之分。好激动呀，还没有去过，又是很新的东西，我会对那种新鲜的事物产生很强烈的那种新鲜的兴奋感。看到很多观众，我是觉得很开心。好呢，很兴奋，上海应该是很多人。好好知道，谢谢小屋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台上人太多了是吧？嗯。是的，然后主要是大家都是那种粉，也不那么好认来着。嗯，谢谢中文的花生喵送的荧光海，谢谢谢谢大家。呀，今天我在国。好兴奋呀！海绵舞台，你的 B 加加。但是你们的总选也能在这种场地就好了，你觉得真酷。啊，确实确实好酷。嗯，就是很多大前辈回来了，而且就是。我们又是新人嘛，所以没什么镜头，是正常的。嗯，在后台的时候，后场的时候就看到默默啦，第一眼就看到他，他好瘦，越来越瘦了。总选是什么感觉？好神奇，而且。除了前一天通宵带给我的疲惫以外，总选就是一个拆礼物那样子，就是我记得我们 staff 老师跟我们说过，就是总选就是你努力了一整年之后收获成果的时候嘛，所以就，但是今天有很多感悟，因为听到很多前辈的发言。就跟我的想法其实有点像，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一场撕巴的游戏，然后我们在这里争夺一些名次，是为了更好的资源，是为了更好的、更光明的前途，但是不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做小偶像，大家们被名次、被数字捆绑住，要更加勇敢去做自己。去努力去追求这些，就是为了更加做到更好的自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这里的事情吧。能把自己完全的展示出来吧。吓死了！回来一趟被后辈吓死。
里还就是我看到真的很感人，就是还蛮有感悟的，而且在看到前辈们拿到奖之后，然后他们的队友就是会是他跟他的队友相拥的时候，我就会在想看清楚他是谁，但是他也哭，什么时候有这种画面，我希望我们能早一些，我希望我们也会有，我们成都也要有什么表情包，我想然后我就开始在想怎么有在想怎么去做了，看可是我讲的好，我就很认真在讲这些话，要卡的话就难过了。我想跟成都的大家一起去拿奖，去在四八的分团里面有自己的地位。B50开个花车。应该没有那么好。对，但是这一次新人榜已经很耀眼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大家的支持，然后成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其他就是想要一起去往前走，感觉就很好，因为咱们 C2 的花简直就是好耶，如何预期，好耶，这是什么呀？他因为那里没有光，而且那边信号很差，这边稍微好一点。在这儿，我现在累，就是。说走回来，好像是十几号回吧。行吧，就趴着嘛，我累我就趴着。像他们什么？一支花队。队长发言，我是个不是那么靠谱。我本来以为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就会选队长了吧？然后应该会更有队伍的一些东西存在了吧？这一次结束之后。对啊，没有藏，后悔啦，很后悔，非常的后悔，本人是个极度后悔的一个状态，还好还有一个握手会，不然我真的会生气。那你建议让我先听听有多大胆吗？你就要回来了，很快换站了，对呀、是的，是的。但之前 Sub 也有说过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成绩去换，所以还不知道呢，但应该是吧，应该不然你不太服众的。谢谢年年送的马卡龙，新年的很高兴马卡龙。对啊，我就在那坐，但是我就认真听前辈们发言，看大家的反应，看大家是怎么进行总选，怎么拿奖之类的，大家有什么感悟之类的？是的，是的。暂时还没有呢。至少也得等我们回去有时间拍了才可以换。谢谢，一起关心。对呀，就是比较乖的呢。那也观察，我以为想先说首歌呢，好甜呀！我在总选的路上一直在磕。那就之后再听完，主要我好喜欢这种美好的感情，好好奇呀。没事，明年，明年我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很好奇啊，前辈们就是他们有参加过，他们会说，哈哈，今年终于回来啦，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回到了他们想要的成绩，他们以前的位置。嗯，但是新人其实还蛮少的吧，就是第一次，有名次什么的。明天后天我只会见到很多人，好，还没有不会换，要等我们回到成都排练的才能换。是的，而且会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而且大家在这次夏天只有陪我一起经历了，其实不太算是经历，更算是大家带着我去，先让我了解这个题目，这个夏天是怎么过的这种感觉。其实具体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大家也给我很多建议意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然后这次之后我就会更有经验，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啦，就慢慢来吧，来日方长，嘿嘿，我们一起好好度过。对呀，好多前辈他们都说今年已经是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第几年什么什么什么的了。嗯，我没有那样子的视角，但是当时听到袁一奇前辈发言，就他说了一下他自己刚来的时候看着前辈人拿奖的那个画面，其实就是我们呀，我们就是小后辈。所以会觉得说有这么伟大的前辈算吗，然后一定就会慢慢变好，慢慢越来越好。是的，前辈们的力量真的很，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你光是看着他们，他们站在那里拿奖，戴着皇冠，披着斗篷，然后说一些自己的心得，就能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不过你们是不是真的就能感受他的性格跟一些人格魅力那种感觉？你们是几号回成都？哦，披风。嗯，还没有。披风。估计是11号。因为13号的成都有握手。哎呀。来的哪一？怎要向前辈看齐，而且在 CGT 我们就是前辈呀。责任在担上。那一年跟今年一样，也是有很多新，这样吗？放心了，我后面就非常的开心。今天真的很不幸运呢， CGT 就已经有两队了，对吧？还有别的地方有新人。不是13号吗？明天也会有梯队吧？明天喊那个 C H G H H D， 有时候就是三个队伍的人啦。你是一个太成熟的中中的女孩，但是我在学习了，才慢慢来啦。那
就要当好一个这样子的前辈。官博没有发吗？也要当有力量的前辈。哎呀，真的很喜欢那种有力量的感觉。我是后天握手会你，我还不知道，但是应该，然后回去成都也会有握手会。我听队友也讲过呀。糟了，你们是不是同一个源头然后传出来，一路传一路传？没有。在成都有握手吗？好像有啊，钉钉。就回去之后成都有握手，但具体是哪一天我不知道。你等我一下。我去看你钉钉。好呢，累累的，我感觉虽然这边就是还蛮开心蛮兴奋的，但是在看他们拿奖真的就是困得头晕。这会还好，18、19好像是吗？19、20回来吗？报告，13号，13号有一个答谢的握手，是在下午的3点，在成都吗？是的，哎，是的，我看你，13号呀。我们还能带？对，是成都哦，是成都。13号就已经到成都了。13号呀。对。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回去？对呀，10号公演。10号公演。嗯。哦，所以就要不然就11、12号回去。对。我想想，那我们，我们赶紧约时间去迪士尼。那19号还有吗？没有握手，我就不确定了。他们去大姨妈上买的蛋挞。我这里的安排也没有19号，应该11、12号就回来了。官宣19号有握手的话，那可能就很快，很快，累累的。好了，你们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这里没杂音。现在有总选好玩吗？有点累。好玩是挺好玩的，因为能见到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前辈，以前都是在手机电视里面见到他们，但是我很多前辈我都是第一次见的。他们本人真的很漂亮，是的。周一第一次来握手，要注意点什么吗？吃好饭，带雨伞。好像也没有什么了。明天后天。可以去找前辈玩。好，辛苦大家啦。我要不就算了，好吗？上海现在下雨，昨天这几天有点，就是它会突然下一个雨，然后一下子停了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什么样子？不是很热，还行也。但是我们一直待在后台，我们在后台挺冷的，外面应该蛮热的。
夏天挺热的。啊，谢谢何初勋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谢荧光棒。好啦，那我就下播了，好吗？吃饭了。是的，冰冷朋友是小鸡的歌。嗯，拜拜，安啦大家，拜拜。拜拜，晚安啦，拜拜。